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刚才它突然停掉了。那么介绍一下，里边有一个给了一个蘸酱和一个柠檬啊，然后就是这个鱼了。那么我想把它这个，它是用这个纸包了个卷嘛，很漂亮的。我把这个卷撕开，平铺，你们好能看见这个鱼有多大。它底下还粘了一个，它这是为了方便你携带，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纸卷，但是视觉效果不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展开。我去，它都是油啊，这要搞我一身，我可能有的又拍洗了。你看，为了这个拍视频啊，也是拼了。哦，打开了，完全打开了。